厦门伦总海上客运旅游有限公司耗资超过新台币2亿，打造一艘全新的新捷安轮。三号搭乘100多名的旅客，从厦门五通首航到金门水头码头，正式投入金厦小三通的航运服务。不一样的感觉，非常好，设备好不好？设备好啊，设备很棒，非常棒，比较快吗？还是比较舒服？感觉很好，哦，平稳吗？啊，平稳。这艘新捷安船拥有最大的载客量是350人。首次搭新船抢头香的旅客都对这艘船的舒适度还有服务品质给予5颗星的评价。今天5月3号是新捷安的首航金门，2001年，金厦小三通以来，厦门轮总所属鲁浪一号，是首航船，是从和平码头到廖罗港，历时2个半小时。到今天，新捷安新客轮从五通码头到水头码头只要半个小时。目前新捷安座位350位，普通舱有211位，那个商务舱以及 VIP 房有140位，是目前金厦航线最大、最舒适、最优质的客船。新捷安轮是现有金厦客运航线营运客船中的载客定额最大，设施也一应俱全，航程中的旅客能够享受比较舒适的出行体验。